今天石头跟阿德跟我说了很多永生之石的事情，我就是担心孩子们吃了这么多年的果子会不会经历了这么多，就是觉得以前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，虽然辛苦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可是也不用提心吊胆，不用担心被利用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挺好的。就是觉得以前的日子啊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怎么会回不去呢？就像你一样啊，再也变不回那个傻傻的阿狗了。原来，你喜欢以前的阿狗，胜过喜欢现在的我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讲讲，以前的阿狗是什么样的，我来学一学。好了，别担心了。只要有我在，你在，鼻涕虫他们在，我们的家就在。可是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条心，就不会有事情发生。阿狗，我今天跟石头、阿德还有孩子们说了，说你练会了神力，还打败了大神，还跟妖族结盟了，他们都觉得你真了不起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还不错，继续努力。澄清吧，好啊。林天花雨落窗，萧瑟凝成一道声，泪水无声淡放，只是不敢对我心中人在何方，眼前人不一样。阿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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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狗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阿狗，阿狗，你怎么了？白菜，白菜，是我，白菜。你身边的阿狗真的是你的阿狗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挑拨我跟阿狗之间的关系？你若真觉得我是在胡说，又何以如此紧张呢？不要再胡说了，你快离开这里好不好？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快走，走啊，走啊，阿狗。
白菜，你做噩梦了？阿哥，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里的阿狗，他不是阿狗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不是我呢？阿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个人？是我啊，我就是你的阿狗啊。但是武庚让你来打探我王宫虚实，好趁机作乱吧。狗哥，狗哥，武庚，好久不见。刚说到你，就出现了。之前，你不也带兵去到我的住处了吗？我也应该礼貌地回访一下。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这里曾经是我的家。你的家？那都是过去的事，如今的王都是我白国的天下。是吗？那怎么堂堂的白国王子还对一个残废的大神卑躬屈膝呢？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神族的一条狗。不对，周发是条狗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我做什么？在神族的眼里，你不过是卑微的奴隶，神族不会在意你的。做神族的奴隶有什么不好？起码在人界可以呼风唤雨。呼风唤雨？阿德，哎，告诉他，如今白王周发究竟是什么下场？白王被囚于牢中，已经不像活人了。不可能。周乔，你的炼气术造诣还算可以，放眼整个宫里，除了鬼墓，没有任何人能拦得住你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亲自去确认一下。此刻他不在白菜身边，那就是我的机会。